家好，这里是锦鲤鱼，专注于为您带来最有态度的娱乐新闻。佟丽娅在娱乐圈里一直是一个让人很惊艳的存在，无论是长发造型，还是古装剧中的古典扮相，以及最近的短发造型，每一款都美得让人心动。最近佟丽娅的一套写真更是美得冒泡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佟丽娅身穿一身蓝色流光长裙，裙摆飞扬，简直像是从童话世界里面走出来的公主一样。这套写真真的将佟丽娅的优势完美显现出来。不过佟丽娅以前出现在众人眼前一直都是长发造型，自带一种温婉可人的气质，这样的丫丫虽然美丽，却总觉得缺少些属于自己的个人魅力。在经历了陈思诚出轨事件后，佟丽娅很是沉寂了一段时间，等她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，就已经是一头短发造型了。这样的丫丫干练又优雅，剪了短发后不仅整个人气质提升了，也有着从头开始的美好阅历吧。虽然陈思诚放着这么美丽的丫丫不知道珍惜，不过网友们对于丫丫还是很疼惜与包容的，希望美丽的丫丫能够越来越好，事业也能够更上一层楼，不要受到陈思诚的影响。